大家好，我是林佳云美。哦，下去了，好多螺在我这里面产宝宝呢呀。这个都是那螺的苗啊，螺苗，黄黄的这一个。好大一只那个老虎蟹啊！我去扯它的腿，它还一直往后缩。他说我的两个钳子也是很巨大的。你不要小瞧我算了，吓到他了，不动他了。哦吼，又一个啊！还来不及全缩进去，三倍篓。这有一个，它掉下来了，你看，我根本就看不见它。是一个，这个是海蛎壳，有一个了，超级大个的，这种比较大串的我感觉会比较多，一些小串的基本上都好少，可能是小串的不够吃还是怎么样。这里有一个，看肉都还没有完全收进去，应该刚掉下来。是刚刚那只虾动了吗？好像不是啊。啊！吓我一跳！这有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月亮哦！啊！天哪，吓我！吓得我都坐下来了。哎呦，起不来了，完蛋了！刚看位置好像是这边，那应该是这边。哇，吓死我了，我刚刚抓虾的时候他应该是要抬手要夹我，难怪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，幸好我缩得快，三我三推他就缠起来了。他这个只要他眼睛看不到我们了，他就觉得他已经缠你成功了。嘿嘿嘿，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月亮，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一只大青蟹。哇、哦，看得出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多大青蟹，吓得我都坐地上了，现在都起不来了。哇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！竹子大哥救我，拉我一手！我的天！哎呀！哦，起来了！天哪！它吸在海蛎壳上面，吸得老紧了。这个这么抖，它都抖不下来。又一个。刚掉下来没多久的，都来不及收回去，轻一点了，都会把螃蟹砸死的。来来来，嗨，想跑去哪？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，我的天哪，你是要去哪里啊？1234567891011212个吧，应该是十二个。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一只大螃蟹啊！收拾一下回去了，回家吧，走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